大家好，今天是二零二一年的十二月二十七号，星期一。最近这几天呢，狗哥呢是没有那个更新影片，是因为呢比较正式的是过了一个节日啊，就是这个圣诞节，也是这个稍微休息了一下啊。狗哥的风格呢，基本上就是入乡随俗，不管是生活在哪个国家，只要是当地的这个重大的节日，狗哥呢基本上都是跟着当地人的节奏呢是一起过的啊。 这个当然了，不管呢是在哪个国家，在传统的这个农历春节到的时候，狗哥呢也会过一下啊。这个呢就是狗哥的风格。今天影片的开头给大家分享的是今年这个圣诞节期间一个很欢乐的事儿。这个很多的中国网友都知道，应该呢是最近十年以来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圣诞节，在中国墙里边它是慢慢的被改名字。 现在基本上已经被改成叫这个毛蛋节了。那为什么会被改成是这个名字啊？就是因为呢，这个十二月二十六号，它是中国前最高领袖毛泽东出生的日子，简称毛蛋日。然后呢，最近这些年，中国人呢又是越来越反对这个过所谓的洋节，包括这个圣诞节。所以呢，在中国墙里边呢，就强行呢要把这个圣诞节。 要改成毛蛋节，这个呢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趋势啊，就是在中国的这个墙里边。所以呢，在昨天十二月二十六号，在中国呀，应该是这个毛蛋日啊，毛蛋节。然后呢，在这个昨天晚上，中国这个官媒之一啊，四川日报，他呢就发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微博啊，就是大家在片头看到的啊。他呢是希望跟关注他的这些个中国网民呢。 来一个互动啊！呼吁呢，每人分享一个跟腊肠有关系的料理啊。川川呢，他呢就自己先来，是分享了一个腊肠蛋炒饭。狗哥呢是可以这个百分之百的确定两点啊，就第一，四川日报的这个微博小编辑呢，他肯定是不翻墙的，所以呢，他对腊肉、他对腊肠，还有对这个蛋炒饭这些东西，都有哪些特殊的含义？ 这个小编呢，他肯定是不知道的啊，他肯定呢也是没有看过狗哥的影片的，因为光蛋炒饭这个事儿，如果说狗哥没记错的话，已经是在以前做过至少三个影片了，所以呢，真的是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网友们应该要关注狗哥的这个频道啊，看狗哥的影片，除了经常能够得到一点点这个身心愉悦之外，最起码呢还能够保护这个大家呢少犯错误啊，所以呢。 还没有订阅狗哥频道的亲爱的网友们，现在呢就点这个订阅按钮，还要打开这个小铃铛啊！当然了，大家呢如果能够加入狗哥的会员，那这个得到的收益啊就会更大了啊！刚才狗哥说的是第一点，就是四川日报的这个微博的小编辑，他肯定是不翻墙的，所以呢，他呢就被这个墙呢是完全没文化了啊，连这个腊肉蛋炒饭是什么他都不知道啊！ 另外呢，就是狗哥判断这个四川日报的微博小编辑，他对业务呢也不是很上心，也不是很认真，所以呢，他对墙里边的这个舆论的生态啊，他就不了解。所以呢，在昨天毛蛋日这一天，他呢就发了一个腊肉蛋炒饭的微博。然后大家来看他的这条微博引发了什么后果？微博上最著名的这个战狼粉红号之一，第八官微，他就发微博说啊，网友投稿。 四川日报在这个时间点发这个，不知道是想表达什么意思？<laughs> 那这个到底会是什么意思？狗哥在刚才呢已经是分析过了啊。第八官微这些战狼粉红们，他们质疑四川日报的这个微博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大家呢肯定也都知道，所以呢狗哥呢就不再详细讲了啊。对这个事儿，狗哥呢就想说两个意思啊。第一，四川日报那几个字儿是这个。 老毛在当年亲笔写的，所以呢，这个四川日报他们跟这个腊肉之间呢是有一种特殊感情的啊。这个呢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就是地霸官微这个“战狼粉红号”他在这一点上质疑四川日报，这个已经是属于这个比较严重的内卷啊。因为四川日报它是这个中国四川省最重要的官媒、党报，它代表的是四川省委、四川省政府。 那现在，第八官微这个“战狼粉红草根号”他在腊肉蛋炒饭这个问题上，竟然是公开质疑啊，公开挑战四川日报，这个呢就是属于比较严重的内卷啊，是有点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所以呢，这个事儿的结局就是：第一，四川日报那个腊肉蛋炒饭的微博呢是很快呢就删掉了；第二，第八官微那个质疑四川日报的微博呢，很快呢也被加了啊，现在呢是是这个已经看不到了。 所以呢，这场在毛蛋日这个腊肉蛋炒饭这个问题上引发的内卷，民间战狼跟这个中国的官方战狼他们之间算是打了一个平手。大家说这个是不是就是非常标准的中国墙里边关于腊肉蛋炒饭的内卷？这整个事儿跟这个所谓的墙外边的境外敌对势力跟这个西方国家是不是都是完全没关系的，对不对？今天影片狗哥跟大家分享的主要观察就是。 中国墙里边关于辱华这个事儿的严重内卷化啊，国在以前讲过，中国进入这个战狼时代以后，这个呢也是一个加速辱华的时代啊，基本上是天天都必须要被辱华，一天不辱就不舒服司机啊。但是呢，在以前的这个所谓的辱华呢，它基本上都是这个中国战狼粉红们，还有中国的官媒，他们是指控西方国家在辱华。 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在辱华，基本上都是他们指控这个是墙外边的翻墙进去辱这个墙里边的。但是呢，时代发展到现在，狗哥呢必须要指出来，现在辱华这个事儿啊，它也已经是严重内卷化了。墙外边的这个辱华的境外敌对势力呢，已经是这个很明显不够用了，所以呢，这个战狼粉红们已经开始疯狂的在墙里边的中国人自己里边去找这个辱华因素了啊。 他们甚至说，在这一点上敢去咬这个中国的官府。刚才讲的那个《四川日报》腊肉蛋炒饭的故事，这个呢就是一个例子。也就是说呢，中国的这个战狼时代加速到现在，在辱华这个事儿上，终于是已经发展到这个传说中的啊“人不辱华，华自辱”的这么一个时代了。狗哥呢再重复一下啊，就现在的中国的墙里边，已经是进入了“人不辱华，华自辱”的这么一个时代，已经是一个。 自辱的时代了，这种事儿在毛蛋节这两天呢是扎堆出现。首先呢就是三只松鼠道歉的事儿。三只松鼠这个呢是中国墙里边的一个比较知名的卖食品的电商企业啊。最近这几天，三只松鼠他们在二零一九年做的一些产品广告的海报呢是突然被一些中国网民扒出来，然后呢他们就攻击三只松鼠呢做这些海报呢是故意辱华。 大家来看，主要呢就是这几张海报，是三只松鼠他们卖酸辣粉还是螺蛳粉的这个广告的海报啊。一些中国网民他们攻击的重点呢是海报上的这个模特啊，这个姑娘。他们认为呢，这个姑娘的眼睛太小，是蜜蜂眼儿。说三只松鼠用这样的模特来做广告，是故意迎合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就是眼睛小是这个蜜蜂眼儿。说这个呢，就是在故意辱华。 然后呢，还有一张海报，上面这个广告语呢是说这个撸粉大法好，撸粉大法妙。一些应该是经常翻墙的战狼粉我们就认为这个呢是涉嫌使用轮子的口号，也是这个故意严重的辱华再然后，这个、话题呢就成为这两天中国舆论里的一个热点话题。主要呢就是三只松鼠他们的这个广告海报啊，故意使用眼睛小的这个模特儿，说这个呢就是赤裸裸了在辱华。 应该有网友呢还有印象，就是在大概一个月之前，中国墙里边呢已经是曾经出现过一个类似的事儿，就是所谓的这个迪奥辱华事件。当时呢是法国的奢侈品牌迪奥，他举办了一个艺术展,展，展出了这个中国摄影师拍的一些照片。结果呢这些照片呢，中国战狼粉红们就接受不了，认为这个照片里的中国模特呢形象太辱华啊。后来。 那个中国摄影师叫陈麦，他呢是通过微博公开向战狼粉红们道歉。三只松鼠这次的事儿呢，跟一个月之前迪奥的事儿呢，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只有一点儿不一样，就是迪奥它呢是作为这个法国品牌，它就有这个非常强烈的这种境外敌对势力的嫌疑。但是这次的三只松鼠呢，应该是纯粹的这个中国自己的货啊，中国自己的品牌，跟这个境外敌对势力的没关系。 当然了，这个如果说文革二点零时代的这些个爱国小将们他们愿意的话，他们肯定的也能够挖出来这个所谓的三只松鼠跟境外敌对势力的关系他们是有这种胡乱串联的这种本事。然后在昨天十二月二十六号毛丹日这一天，三只松鼠呢就发表声明，向文革二点零的这个爱国小将们表示道歉，说针对网友反馈模特妆容不符合大众审美，并由此产生的不适感。 我司深表歉意啊，还表示呢，说要在第一时间整改，以后呢要杜绝类似情况发生啊。但是呢，这个三只松鼠呢，他呢也说啊，他使用那个模特儿呢，并不是要故意丑化中国人。所以呢，这个三只松鼠他面对这些个湛蓝粉红这些个爱国小将，他是表示认怂。但是呢，他的广告里的那个模特儿啊，那人家面对这种攻击呢，是表示不干了，人家是不愿意认怂啊。 我在这儿呢，必须要夸奖，并且呢，必须要支持一下那位中国的模特妹子，啊、她的名字叫蔡娘娘啊，不知道这个呢是她的真名字还是说是网名啊？那这个模特妹子呢，在昨天晚上就发微博，就这个事儿表明她本人的态度，主要呢是两点啊，就是第一，她说呢，她本人呢就长这样啊，她的眼睛天生就长这么小，这个呢就是她的长相风格，所以呢，她就质问那些爱国小将们啊。 他长成这样，是不是就不能够做模特了他眼睛这么小，是不是他本人就不配做中国人了啊？长成这样，是不是从出生那天开始就辱华了？这个呢是这个中国模特妹子的第一个态度，狗哥认为呢是非常非常赞的啊。他的第二个态度说爱国，他举双手表示赞成，但是每件事情都要上纲上线，这个呢就是一种病态了。 狗哥认为呢，这个模特妹子呢真的是很棒啊！希望呢她的以后能够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广告拍摄的工作啊！但是呢，在今天，这个中国官府也站出来发声，是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简称这个上海消保委，他呢是针对三只松鼠这个事儿呢发文章，要求商家的审美要与时俱进，要契合消费者新的审美需求。 这个态度就是公开站在爱国小将们一边了，因为他呢只是要求商家的这个审美呢要改变，他没要求这个爱国小将，他没要求这些战狼粉红们的这个审美呢要与时俱进，所以呢，这个呢就还是官府啊在拉偏架啊，他们总是要偏袒，要去支持这些爱国小将们，所以呢，这个中国战狼粉红们啊，他们总是会赢。这个呢是三只松鼠这个热点，另外一个热点呢。 就是关于最近这些天在中国墙里边上映的一部电影、啊、这个呢也是一部中国自己国产的动画电影，叫《雄狮少年》。狗哥现在呢还看不到这个电影，据说这个电影它的这个评价呢是很好的，在中国豆瓣上的这个评分呢是达到了八点三，这个呢已经是很高的评价啊。但是呢，这部口碑很好的电影在中国的这个票房呢是很惨的，相当惨。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部中国国产电影被战狼粉红们打上了辱华的标签儿，所以呢就遭到了很大的抵制。被认为辱华的原因还是因为眼睛小。战狼粉红们认为这个电影里边的这些个人物形象基本上都是这个眯缝眼儿、吊梢眉，他们就认为这样的人物形象呢都是很丑的，也都是故意迎合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所以呢。 这个呢就是辱华了啊！不排除这部电影背后呢有境外敌对势力的影响，所以呢他们就抵制这部电影。这个呢也是导致这个口碑很好的电影它的票房很惨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的网友们千万不要认为狗哥呢这个呢是在夸大其词，是狗哥高估了战狼粉红们的能量。狗哥必须要说，一点儿都没有高估，反而呢可能呢还低估了。狗哥在很早之前的影片里。 讲过自己的一个经历，可能有这个资深的狗友呢，应该呢还有印象啊。就是在大概六七年前，狗哥呢在中国的一个城市去电影院里边呢看一部美国电影啊。电影院呢这个大堂里边呢都有要上映的这个电影的海报。啊、当时狗哥呢正在看那个美国电影的海报，结果呢旁边就走过来一个小年轻啊，看样子呢应该呢还没有成年，是十五六岁、十六七岁的一个小姑娘。 他呢就走过来，很认真的对狗哥说：“这个美国电影有故意黑中国的情况，说你最好呢还是不要看了。”不知道中国的网友们在现实生活里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素不相识的这些个小粉红呢，会直接要求你呢不要去看所谓的黑中国的电影。在当时啊，这个状况真的是让狗哥是感到很震惊啊！那为什么震惊？这个呢就不用狗哥去解释了啊。 这个呢还是在六七年前的这个状况啊，那在中国强里边，现在又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战狼教育，现在墙里边这个战狼粉红们的浓度是不是比六七年前肯定要强大太多？所以呢，狗哥对中国强里边这个战狼粉红们他们的浓度和他们的能量一点呢都不会高估，反而呢可能是低估了。雄狮少年这个事儿，它跟三只松鼠不太一样啊，就是对雄狮少年这个电影呢。 中国的官媒都是在大力赞扬，在高度评价、啊、但是呢，狗哥要说，这么做呢屁用没有啊，已经晚了啊。这个呢，就是中国的官府啊，它已经是养狼为患了啊。中国的战狼粉红们，他们已经现在是养成了、啊、文革二点零时代的这些个新一代红卫兵小将们，他们已经是成气候了，他们现在疯起来啊，是连这个官府都敢咬的。 影片开头讲的这个，他们咬四川日报就是一个例子啊。所以呢，对这个《雄狮少年》这个电影，中国官方它是高度评价，说是这个正能量。但是呢，对官方的这个态度，战狼粉红们他们现在已经是不收获了。他们就坚定的认为这个电影呢是辱华，背后呢很可能有这个境外敌对势力的力量。所以呢，这个电影它的票房呢就很惨。所以呢，最近几天中国舆论里的这些大热点，是不是都是集中说明了一个道理？ 就是中国已经是进入了人不辱华，华自辱的这种时代中国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辱华也严重内卷的这么一个时代啊？因为这几个事儿，其实它都是跟中国自古以来这个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它都是完全没关系的啊！但是呢，中国的战狼粉红们一天不被辱，他们就不舒服啊！所以呢，如果说， 没有这种境外敌对势力辱华，那战狼粉红们，他们就必须要在中国人自己里边去找辱华的因素，要来满足他们经常被辱，要经常搞运动的这种愿望。这个呢，就是辱华严重内卷的时代。今天影片的最后，狗哥呢又想到一个事儿啊、呃，还是关于这个中国前最高领袖老毛啊。大家都知道，老毛在死了以后，中共高层其实是发生了一场政变。 就是这个所谓的粉碎四人帮啊，那个事儿的本质呢，其实呢就是一场政变。后来这个四人帮的头头啊，老毛的这个政工江青同志，他在这个被审判的大会上公开讲，他说呢，他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江青他这么讲话，他的意思呢，意思呢也是，他在第一次文革时候干的那些事儿，其实呢都是老毛让他干的啊，他就是老毛的一条狗。 老毛让他去咬谁，他呢就去咬谁。所以呢，在现在的这个文革二点零的时代，大家说中国这些个最广大的战狼粉红们，他们是谁的狗啊？他们整天咬这个咬那个。如果他们没有这个境外敌对势力可以去咬，那他们就在中国人自己里边去咬啊。那到底是谁让他们整天在这个疯咬的啊？好了，今天这影片呢就聊这么多，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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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啊，拜拜。